因为综艺节目深入人心，郑云龙、阿云嘎显获了极高人气。因为友情深厚，两人还被粉丝们组成云次方 CP。在剧城主办的2019音乐剧明星集锦音乐会里，郑云龙、阿云嘎有机会同台。据悉，7月3日到20日，这台音乐会将在北上广深等6座城市展开巡演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